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 NBA 常规赛12月28日继续进行，本场威少背靠背轮休，最终魔术以120-113战胜奇才。首节开始，内托上来发挥出色，得分助攻帮助奇才打出16-4的开局。魔术这边接连往内线强攻追回四分，随后双方开始对标三分，又互相打出一波小高潮。罗斯上场后罚球三分，连拿6分缩小分差，但是史密斯的跳投让奇才以35-29领先6分结束首节。次节上来，双方上来各自打出一波小高潮，魔术造成奇才连续的失误，靠着打反击造杀伤打出7-0反超。随后比尔站出来里突外投，试图重夺领先，但是魔术这边武切维奇和富尔茨也连连得分回应，半场战罢，魔术以62-60领先2分。一边再战，场上风云突变，福尼埃尔率先挑兰德守候，魔术开始打铁失误不断，奇才趁势打出一波18-4瞬间反超拉开分差。魔术这边依靠罚球稍微止血，但是布莱恩特又连续暴扣得手稳住局势，魔术缓过劲来和奇才开始你来我往，但是最后2分钟奇才又打出6-0，以94-77领先17分结束三节。末节开打，魔术上来就轰出14-2，追到只差5分，关键时刻内脱标中三分稳住局势，但是安东尼上篮，罗斯三分再度追进，比尔上场后连拿4分保持领先，然而魔术这边再度发威打出一波7-0反超3分。奇才不甘示弱，回敬6-0再度领先3分，但是最后奇才还是断电，魔术最后1分钟又打出10-0反超7分，彻底锁定胜局。魔术这边富尔茨26分，武切维奇15分八板，福尼埃尔19分，罗斯26分，科尔安东尼12分七板。奇才方面，比尔29分5板七助，布莱恩特16分七板，内托22分4板五助，布朗12分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